大学生用高利贷赌球世界杯，阿根廷队的两两天台见吧。前天的那一场球看得我真的是难受死了。作为一个球迷来说，昨晚那个球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。冰岛的导演门将走红，而梅西的连续点球失败真的让人说不上话。冰岛队严密的防守，训练有素的团队配合，不得不让人佩服。相比较之下来说，阿根廷队的配合就是有点不如人意了。最后的1-1平让多少赌球的人赔上了家财。大学生借款赌球，无力偿还跳楼身亡是为了什么？